啊！危险！走开，别碰我！走开，走开，弄脏我的车，赔不起。哎，还是忍一忍吧。哎呀呀呀，忍不了，我要去贷款中心拼了。先贷款100万吧，然后拿着些钱去买一辆车，劳斯莱斯，1000万，买不起，这辆太丑了，不要。野马50万，就你了。再在这里开一家奶茶店，想不到资金直接翻倍，还意外解锁了10连抽，10亿资产，5星豪车，5星商业大厦，直接登上了排行榜第一，是时候回去算账了。哦，怎么是你？